一个女孩子对一个男孩子说：“穷一点没关系，如果你欠高利贷就没得玩了。”那么我想这样的话，如果一个女孩子对一个男孩子说，那么这男孩子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如果他正好欠高利贷呢？如果他刚好不欠呢？那如果反过来是一个女孩子？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，当时这种情景和场合，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呢？好，欢迎收看本期我们的节目《曾虎虎聊电影》，我是导演曾虎虎。在这部《反贪风暴》里边呢，有几个非常引人注意的情节。啊，至少对我们来讲，它是比较有意思的。那么其中一个，是小姐，身份证唔该，你话俾阿俾啊，不如你俾我先啦。我点知你唔系老人乘客饭餐？你系咪想玩嘢啊？玩咩啊？差人有咩好玩啫？我要玩都玩古惑仔啦。小姐，你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文件，请你跟我去翻差馆。等我翻。各位，等我嚟啊！在边啊？咩事啊 Sir？沟女啊？喂，玩嘢！那么其中一个呢，是这样的情节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都绝对有理由相信呢个华老师就系收买邓少雄嘅人。嗱，我哋又查凶杀，你哋又查贪污，虽然 case 唔同，但系目标一致啊嘛，系咪？你点睇？点样可以帮到你啫？咁话唔系帮我，你点解讲极都唔明嘅咧吓？系警廉合作啊！你都知啦，警廉合作冇几可噶嘛，系咪？咁我哋都算系被时代选出嚟嘅代表。女富商是从大陆来的。石总，你可以叫我 Lily，你是哪里人呢？大陆来的这位女富商呢，对像古天乐扮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，她一方面急着去推销他的东西，一方面呢又持怀疑的态度，那么还跟另一位大陆的人，像他的高层一样在联系。那么这样的环境下呢，那么作为古天乐这种角色呢，他也是一方面在怀疑，一方面在又想达成这个交易啊，因为他是在有他的目的。那么对方呢，也是啊，这个就有意思了。那么大陆来的女富商，从而引到下一个层面上，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二个情节。第二个情节很有意思，因为在这个廉政公署的这名已经不干了的啊，曾经的这个警官啊，曾经的高层，他姓陆，大陆的陆啊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依家我老板系马会，唔系 ICAC。我揾 ICAC 嗰时候，你同我讲 ，ICAC 唔系一份工作，系一个信念。你举报阿邓少雄，就系因为你仲有呢个信念。走先啦。看完之前的片段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位陆警官呢，他说了非常经典的话。那人家可以吃牛杂喝茅台，我抽根雪茄不也很正常吗？又怎么了，是吧？那么古天乐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廉政公署的警官，他只能接着说，我们还是谈事情吧。你知我唔值得噶。我哋喺 ICAC 六年，啲專員咧可以飲茅台啊、食牛雜，咁陸續食啲雪茄仔，有咩咁出奇啊？我翻單 case。这段引发了我们很多的人的思考，对吧？觉得有意思，但是又呢有内涵，比更现实，因为你跟现实联系的比较紧密嘛。哎，片子引用的台词也比较好。那么说到好台词呢，接下来我们还是引用本篇台词，但是在
一开始呢我也有讲到，就是在酒吧打工的这个一个类似于警官的妹妹这样的一个身份，但是她自己的遭遇呢却特别的惨啊，从小就吃苦受罪啊，长得如花似玉呢，到了年龄大的时候还在酒吧给别人打工啊，所以说她可能一些交过的男朋友啊，哎，我就说这个剧本台词剧本设计这个方面啊，故事情节设计这个方面也是欠高利贷的，那还要一起还贷。借财仔，借贵你，债人几百万外围，我阿妈攞埋我爸爸退休金都唔够佢填氹啊！日日就喺度俾人上门追债。有一日，我放翻屋企，班鬼佬上嚟收数。一个二个在那里对我摸手摸脚，他说这个是修饰，阿妈叫我不要跟大佬说，他说大佬会出去搞事，他叫我忍。最后呢，最后我妈带了我走，他现在出来洗碗养我啊。挨咗唔够一年啦，费雪洁死咗啊！嗰时我17岁咋，17岁我要出嚟卖酒去养我自己，你知唔知啊？你嗰阵时你喺边度啊？你喺边度啊？刘邦文，好像是说从生下来到现在，没有一天过得多么滋润啊，多么好日子，一直在负债累累，跟这个。煎熬中度日子，所以当他遇到了在酒吧当中的一个陌生神秘男子对他有好感，他也对对方有一种神秘的好感呢，这个时候他对对方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你穷的话不紧要，但如果真的贵佬的话呢 sorry 啊，没饭做，穷一点没关系，欠高利贷就没得玩了，我觉得这是本片的亮点之一，所以也和大家分享这部片子的理由，我想这是好的，欢迎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收看，也谢谢大家收看，那么我们呢节目这期节目先到这里。你告诉我听有几多成本啊？不知道啊，查案的嘢好难。你告诉我听有10成本啊，我只会信你3成啫。我们的节目是以短明快啊为这个节奏和前提的啊，也是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或者片子的评论，比方说刚才我讲到的，哎，这个女孩子对这个男孩子说的这句话有什么想法和不同的看法呢？哎，欢迎就电影和就我们的评论而言留言到我们的下面，对吧？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了，方便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交流。同时呢，如果觉得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办得更好，因为现在毕竟揭露了点，那么有很多朋友呢也希望我们继续做下去，做得更好。那么在屏幕的这边呢，有我们的支付宝二维码，可以赞助我们做本期节目啊，做这一个系列的节目吧，应该可以说。那好，谢谢大家关注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